陈伯伯说，沉船有可能是被卷入龟墟的，也就是说，这龟墟就可能在这附近。你海上经验不足，多留点心。这里面不是有电话吗？你要实在不放心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而且胖子已经把气瓶给我准备好了，就算不相信我，你不能不相信人英国设计师制造的这玩意儿吧？啊！少逞能吧你！老哥们一壶哈。那票子嘛，拿过来。秘书，可以了。先开上潜水球了，这能跟老胡说话是吧？喂，老胡，喂，没事。喂，老胡，哎，老胡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哎，听得见。哎，你看到真？不是，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啊？能看见什么呀？这刚到哪儿啊？我能看见什么呀？这是。这怎么停了？这海水每深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，这应该是在做悬停减压。哎，杨参谋，我刚才还以为碰上怪兽了呢。我这已经显示18米了，有点18层地狱的感觉。他说到18层地，哦不，他说到18米了。哎，老胡，你都到这么深了，你就没看到什么老蚌什么的？我说胖子，你别在这瞎吵吵行不行啊？你就不能让我跟杨参谋沟通一下感情啊？杨参谋长他要跟你沟通一下感情啊。我们还是沟通海底的情况吧。珊瑚什么？你说珊瑚什么？我说吧，这底下珊瑚树一片一片的，等会儿够你们忙的。喂喂喂，听不见说什么了这？应该是受这片特殊海域的影响，咱们还是多观察一下信号绳吧。啊，好。喂。哎，啊，小珊瑚，老胡说见到珊瑚了。秘书，你说珊瑚底下是不是就能有珍珠啊？啊，有珍珠，有咱们，有珍珠。
喂，喂，胡老板，胡老板，胡老板。杨洋，怎么着？那玩意儿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米了，啊！来不及减压了，快！Thank you.
他妈的前线就漏水了！回将军，回将军，回将军，有人听见吗？黑总，黑总，乌老板，喂，有人吗？快上车！乌老板的前线就漏水了，快上车！老胡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傻呀，我是耳朵受伤啊，不是眼瞎。哦，对对对，杨家这么长，他这情况是？幸好潜水中在快出水时断裂了，再加上骨塞的动作又快，不然你这次……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开玩笑，放心吧，让我知道你担心我啊。咱这友谊刚升华，我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那个，对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啊。那我也太冤了，是吗？啊，对啊，古才兄弟，身手真是太好了，感谢感谢，小兄弟，真的啥也不带，还能在水底下憋这么久的气儿，你们蛋民的水性真是不是一般的强啊！感谢感谢，这就是感谢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不是胖爷，哎，你干嘛嚷着说话呀？我说话声大吗？啊，你刚才说话比我声还大呢。知道你学我，不开玩笑。言归正传啊，我觉得这险冒的值。虽然不了解这海槽底下有没有沉船，但至少对下面地形有所了解，我觉得值得再下去看看去。
老板，下面也要帮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有啊，很多的帮。可是下面很危险啊，师傅。哎呀，美嘉，哎，不破浪怎么能踩荡啊？富贵险中求嘛！可师傅，你刚才说水下有很多鲨鱼，总不能就这么下去吧？说的也是，有鱼拿到，也要有命花啊！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，明叔，你怎么净说这不吉利的话？哎，那个，多莲妹子，您相信我，只要这海里有蚌，我们就能把这珠子给它取出来，是吧？是吧，老胡？哎，杨参谋，把咱外祖父留下那个物件给大家拿出来看看。耍小性儿，先不管他。是这样啊，那个杨参谋有个家传的奇物，叫碧坤珠，是用这个蛤蟆油和这个丹砂调制出来的，遇水就化了。这鲨鱼啊、海怪啊，闻见以后躲得远远的，不敢靠前，在水底能用俩多小时呢。啊，胖子，你给大家发一下，我出去看看。哎，那个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。诸位，哇，就这样啊！别动手啊，干嘛呀你？哎呀，久闻杨小姐精通各种奇门秘方，果然神奇啊！这算什么神奇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和杨参谋厉害的地方多了去了，啊，大的咱不讲，自要拿出一小东西来，上天入地，移山填海，无所不能。简单的说，这下了海啊，如履平地。哎，什么珠子拿不着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哎，郭玲妹子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珠子拿上来没地儿搁啊，多了去了没地儿搁。这样，我在这船上，我挨一乒乓球按了。我天天拿珠子当乒乓球的，到时候我教你，哎，在这对打，哎，啪啪啪啪，没问题。